今天呢，3月11号星期天早上的九点整，记者呢现在正在保安宫保生大帝跟保生大帝参拜祈福，啊，感谢也感恩我们保安宫的保生大帝及众神们的保佑。所以说本周呢，我们539的会员啊，礼拜四有奥义士回来，目前呢又输了礼拜五礼拜两次，还要整过两次再凹，现在不要凹啊，大家现在已经中了三车了，中很多钱了，非常感恩感谢 A 组中三车， A1 中三车，感谢跟感恩。然后 C 组牌啊，那个礼拜五中三星啊，359位中三星，谢谢我们保安宫的保生大帝啊，保安宫的保生大帝及众神们的保佑，感恩感谢，